爸，嗯，你最近怎么越来越晚回家？等你打进，再来问我。后面晚清就好，以后叶晚清。晚清，有事想求啊。Of course, it's my pleasure, 我的荣幸。可以介绍你的老公给我认识吗？My husband, sure, I'll try my best. 不过这样子的话，you have to promise me one thing too. 哦。Don't be afraid. It's easy for you lah. 不要害怕嘛。我给你看一个东西，你不要吓到其实很多以前的事，我都想不太起来了。上一次醒来在医院，手就变成这样。你爸妈都没告诉你吗？他们感觉不太想讲，可能觉得是为我好吧。下地狱了，通通去死啊！试试看啊。我不知道要说什么。随便啦，你们都下地狱！下三滥！我不要当接班人，我不要看到你们。陪你去好不好？好，没关系。先这样。嗯。还是我安排医生让你去检查一下，这样你也比较放心。是你老公吧？新东西啦，快点啦！所以这里面该不会是大麻吧？曾安琪，所以你根本就不是瑜伽老师，也不配当个慈善家，你就是个毒虫！你怎么敢在我们天虹社区的更衣室里面抽大麻呢？